怎样？是不是说中了？我有努力的挖的，我有努力的挖。挖什么？挖鼻孔。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是谁的洞？我是觉得我的。那可能有一点臭哦。哎。臭鼬嘛。真是臭啊！挖掉啦，这个人 哦，他变浅了 哦，你看，你看躲起来了，不要啦、哦！你这样子要怎么回去？怎么有人一开始就在办火焰，很可怕、啊，瑟瑟发抖。已经十块了，干嘛？把50元就这么没了？一见面就结婚不是好事哦，赶紧离婚。一见面就直接花钱了。哦 ，Hello， 要怎么上去啊？哦，这里。希望我的满满黄金还在。我走啦。莫奈有稿子吗？还是什么？哎、啊，用好了吗？还是？哇、哦，我这里真是赚翻了。二零这边上去的路在哪？二零。嗯，这里。哎呦，找到了。应该可以挖了吧？因为你开心的跟我说，我就给你过路费。哎、欸，我挖掉了。嗯，你挖完了中间？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挖二零旁边的、哦，好爽。上面有人挖了。啊、那不是我没事没事、欸，这是我的金吗？这是我的，是我的金吗？那是我的，欸、我的那我的金在哪？然后中间我跟杰克三三来迟。他挖了，又挖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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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空空，挖了，没办法，跑不够快啊，腿太短了。可以号召一下人。不是啊，他们已经挖完了。我们腿短呢、啊，现在才生蚝啊。我有给你留着，你要号召一下你稿子好了之类的，不然不。你稿子是好的，我想。你这里还有啊？你这里还有。哪里还有啊？还有啊！啊，你刚刚不是问我好了吗？我说好了、啊。好的好的，我去生蚝。你是钻还是玉髓啊？你没有回答我。吵架吵架吵架打架打架，不要吵架，要打就直接打起来。怎么可以只有吵架？对。打。拿那个什么？怎么可以去挖对方的黄金？喂，我在哪？我挖了吗？他们也换，他们也挖了吗？我把他们的黄金挖爽爽，好开心啊！你还被努力打死了。嗯，我还用稿子打一下努力。大家都花钱，没事没事。有我挖他们100块，再去一次。这是哪里？要怎么上去？哦，这边这边这边，啊，那边也可以。哪里？哇，他们一堆真男人挖矿法，真是赞！这是谁家的小孩啊？打了吧，孤儿，孤儿，不知道谁的小孩，一律先送他一巴掌啊，他就醒了。努力，两下，三三，这个要把努力干掉，应该也蛮难的。家里有小屁孩啊，家里很多哦。这是谁的洞挖在这个路中间呢、啊？嗯，八八吧，不是我啊，我这边最边边的，我最边边的，没有我乱喊的。你们把升级键拿到了，有一只山羊掉下来了，哈基，有一个蝌蚪掉下来了，哈基，很可爱、欸，要保护它。不要，是忘了被抽碎了。对面已经买啦、啊，对面一开始大赚一笔了，拜托。我没钱。二零，我没有钱。等你们给我啊！我可以去投靠对面吗？好想要，好想要重新。对面好像比较富有哎。有干掉他们一个奴隶。好想要钱哦。哎。他们努力倒一次，都挖了半天，怎么只有44块？又被抽啦！太难过了。我刚原本要上去升级，按下去没了。
你的钱不足啊，钱没了，余额不足，余额不足，余额不足啊！我购物都买不起来，余额归零了，余额不足。报告五块钱，我的户头打开来五块钱。报告两块钱，我的零块钱呢？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可以买抽税抽他们的。好，你赶快抽。我是为了大家，赶快冲！没有，一集都没有。那剩奴隶，来，我要剩奴隶了，我要剩奴隶了。你国王扮演奴隶，要个奴隶吗？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可以推翻国王吗？要多少有多少，没问题。推多少个国王有几？哇，徐若中，他们奴隶倒了一只，另一只快倒了。嗯，哈金，你可以倒吗？要跟我一起冲？我可以打啊，可以打。要没奴隶，大家一起没有。三级。哎呀，啊耶！终于都有了。那就我带你去奴隶，你在这里。我感觉二十几块歪歪。挖雕像的，顺便来挖水池。正面。快，我的钱是。啊，你帮我干掉他。是。啊！我要买鸡蛋。那还有没有防守？有一个防守。玩了五分钟还没遇水哥。这里。好惨。好穷呀！哎呦，干掉又干掉一个树呀！来来来，我专业的，我把你盖。第三只都不晓得在哪。那走回地表的路上，钱都会变少。走路都会掉钱啊！他们来挖我的花园哦。好穷啊！钱又变少了，没钱了。我要买技能书啊！你先等等呀。能不能给我先买个东西、啊？放那水池，帮我挖一下水池，快好了。等一下，那个也剩一格。等一下也可以看看他们有没有书柜。我们打他，我在后面。好穷。哦，不快啊！好穷呀！努力发薪水了吗？我钱突然变多了。对，我们有三级奴隶。我快死了！我要买幸运，我要买幸运啊！没钱，完全没钱。有了，我有五十块了，我被扣了两次，我要。玲玲有一百块，好，好羡慕哦！我想要阿妈发零用钱哦。阿妈没去买书啊，等一下啦。阿妈连书也都还没有啊。对呀、啊，耶！哎，怎么又被扣了？你抽完税，你给我领出来，领出来！人民的愤怒，好了，对面又抽掉了。哎、欸，出来了！我买了，可是我没有输啊！完了，啊？买到啥了？买了，但又没买什么。薛丁格的书，我断线了，那书不见了。那、啊、钱也没了，这么好。钱也没了，好可怜！我要偷别人的钱，说不定他直接把你的技能，你有学吗？他只是用不了，也有可能。对啊。哦。要六百了，各位，五十秒。中间，他也没有那个效果出来。中间。因为可能你断了，你可能等下再看看。回家的路在哪？好。这边哦，奴隶大哥什么时候？中间你们够吗？不要再包了！包没有，我们成功清空对面了。啊，这是为了大家。啊，中间有哈基在一定行了。哇，嘿嘿，我想要升级我的剑。我要升级我的技能书。请问作者这是 bug 吗？作者？当然不是，还蛮好玩的。还没好玩。哦，我屁股。所以这是默许的了，默许的，好不好？决斗，八八佑哥，决斗。去打架。怎么啦？你要赢我们的屁股。你摸啊！哦，这个到底是谁挖的洞？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掉下去。哦。好了，挖完了。我把它捡起来。哎，差一点。怎么觉得我挖的好像又没挖？你们赚到钱？一个挖两颗吧，我猜。你挖了个寂寞吗？哦，绝对。你挖了寂寞吗？我把这个洞填，每次都是这个洞进。是谁的？填。谁的洞？钻石。谁的洞？
想要打火石哦。为什么一直听到人家里有在吹纸笛？偷刀！我还在吹纸笛。要成为我的五块钱吗？假偷刀，又要先关个窗户。假偷刀，他们还没有输过，别再考了。我只剩五块了，我好想包五十，好久没钱了。你这个钱是有办法存的吗？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再存钱了，好不好？投资自己，直接花钱。我只能说，终于有比我更需要钱的国王出现了。我不许别人再说我贪财了，我不许。好难受啊！阿乔布，这衣服买不起的，这衣服这肯定是要跟上的。哎，反正我没钱，衣服都买不起，他们都在中间呢。这到底是谁？好多人哦、我求你们。让我买个衣服，拜托，不要可，我马上就去。你要求有点多。啊，那是感谢支援。这里都挂满我的尸体了。耶、yeah, ，有石头啦！烂透了。让我出来！让我出来！每次都不是往一个洞下去，气死。那就是我的洞啊。我栖息地就在那里了、嗯、每次下来要转弯都差点掉下去等一下继续这么拼啊拼经济啊穷啊你累了都好爆拼经济怎么讲我们这里听起来最开心的是后面的假偷刀耶、欸偷刀黄奕的不得了哎，拜托！偷刀快乐哎！哎、欸，我们打赢他了，黄奕死了三百回了，我都。嗯，哎呦，书柜好啦！这钱我是不要花了，我对不对？我来了，我来了，你往后退、哦！你又来，你又来，你又来！我来，我帮你。好耶！他眼中只有你，我是没有办法。我扁他两拳，他去抱你啊！哎呀，那个书柜要不要先包一包啊？有点裸。赤裸的书柜包了。包。那还需要包五十吗？包个书柜应该不用包五十吧？三十等呢、欸？哎、欸，你怎么倒了？来，决斗时间结束了、还不去决斗？哎、欸，啊，这对面那个要来找我啊，对吧？不敢石头捡一捡啊，拿去卖钱啊！是有没有穷成这样啊？有啊，省一点嘛，再省一点是一点啊。你知道吗？地上捡的那个石头都比我的斧头还要多、哦，拾荒都赚的比你多，真的哎！哎、欸，莫娜帮忙，我没有斧头，我没斧头，我也没有，你知道吗？我连装备都没有哦。我想问你，对啊，烂命一条，好痛啊！他好痛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领钱，先领钱，两件我就不见了。还是你拿个斧头爆破他盾，帮我。和平时间，给他们打，给他们看。来啊，打我啊！打我啊！打我啊！要不打了，你害怕了吗？可以。